大西狗，大西狗，你是一个大西狗。再见！绝望周末又要开始了吗？就在刚刚，大杨哥在大杨嫂车上开播，小杨哥连线调皮惹怒大杨哥，我们来看看。现在大家好像都在健身。对啊，对。他们都说西狗只有你一个人了。你刚说什么？现在公司好像大家都在健身吧？他们说西狗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我弟弟，连线连线连线，你看不见了？我救了1000块钱，救了1-2千投币了。我操！我也刷了半天刷。我都到你账号了，我早上就给你连麦了，我早就给你刷了，早就给你刷了。你一个人刷都可以看，我就装看不见，怎么连不糊啊？妈让我扫的，我一样的扫的给你。我给你丢窗外去。我媳妇说给你丢窗外去。我说你给我丢窗外去，我。我就留点4毛钱，我4毛钱都赔了。你给我刷一点，我马上把你，我把你这4毛钱返给你。你信不信？我说到做到。大呀大呀嘛大西狗，大呀大呀嘛大西狗，大西狗大西狗，你是一个大西狗。再见。赶快向我道歉！告你！向我道歉！告你！哦，你马上再打，马上去打游戏是吧？对对对，好嘞，好嘞。我哥世界顶级帅，我叫柬埔寨，他叫没你帅。我叫马桶盖，马桶盖都没有用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的游戏能完成，我名字倒着写。我只要完成是吧？我把我们公司电脑关冒烟。关冒烟，你损失很多啦。那底下很多那个垂泪号正在直播呀。不好意思，你关了之后啊，你的办公室独立电脑，你等着吧。完全。你等着吧，独立电闸你等着吧。 Nice。 大杨哥想到一些事，直接把自己心爱的鱼竿给撇断了。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这个是不是很贵啊？应该啊，你这样你要看什么？兄弟们，玉军怎么办？撇鱼竿？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吧。兄弟们，那个鱼竿啊，我跟你讲，鱼竿它不是不能撇，它是一个我的，想看我什么？一个手加两个苹果。兄弟，师傅你别冲动啊，是吧？你这鱼竿很贵啊。这很贵的啊。我知道、哎哦、我看什么品牌的啊？日的，小日的。兄弟们，我想起来了啊。不要了，这不要了，这个也是啊。大杨哥卖完货以后想着那事就来气，随后又撇断一根鱼竿。啊，我们先卖货，兄弟们啊，洗涤剂来，当洗涤剂，洗涤剂。我们给你们找的这一款啊，就是新款美的这一款新款，是身体款。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，就是可以让你的头发别吸到这里面。用了洗涤剂，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比较担心的地方啊？就是说头发，有很多人遇到这个情况。对，头发顶在这个叫这叫什么？毛上面，混刷，混刷上面。然后呢，必须要用手那拿掉。对，这个呢，里面有一款很细的那种齿梳，就把毛啊毛发梳进去，然后从里面吸进去。它这个还有零切边的技术，切边也可以照样给你清洁干净。可以，啊、来，寄托洗烘一体，过期牛奶、过期的泡面、八宝粥泡面，过期的泡面、啊、过期的泡面、过期的八宝粥、过期的牛奶。你们最担心的头发啊，头发也来了，那你看看这个洗涤剂有多猛，美的的。然后我们用拖把、用扫把，用这样弯腰。对，这个就不用，插在口袋，还有牵引，牵着你跑，知道？你看一个小指头，拜。谁不要看？换了换了，美的美的，兄弟们，美的就是高，美的对得起它的广告，叫洗地拖地，交给美的。
看一下是吧？七天无理由散卖，六十五天死换不休，对，两年内啊，两本机自保啊，后机送佣金险，对，看见这个啊，又破了啊，来，哎，拖地不费力，干湿因为一遍解决，对，毛发狂弹热，老板，你们日常价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兄弟们？二五九九，2599日常价，今天再给你两个毛刷，再给你加清洗液几瓶，两瓶，一斤液两瓶毛刷，好，加个海化，今天在九哥直播间1599上车。啊Nice。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知道吧？啊，你就给他撇掉了，还来一个是吧？来，这个我现在以后我都不愿意再用了，我也不想卖给别人啊。这个不是国货，这个是太阳是什么？是日，对吧？对，是这个货。来，不要了，听着吗？就这两个啊，我就两个，这可以了是吧？救命啊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！大杨哥给嘴哥按摩，嘴哥正享受的时候，突然扛起大杨哥抱走。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我跟你说，我直接要封号了，你负责啊？那嘴哥都累了，给他按下摩舒服呀？怎么了？好好好，怎么了？别让你打了。我吓人！这个有别人往脸头压了，别说。哎哎，眼睛不用涂是吧？身上白皙，非常干，所以每天一定要起皮，一定要涂。它就保湿效果也很好，保湿效果也很好，并且它是对，像这样很舒服了。嗯，哇，这么多加在一起，基本上每天要抹个8泵，啊，全身抹。啊我操！哎，不要！救命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来，都我要起坐。好，兄弟看啊，来给兄弟放到福利里来。柠檬清洁，清洁剂。再来。我爷一装水，看到没？不对不对，怪不得有人说你。飞哥，我这怎么回事了？飞哥，你看，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吸水毛巾啊，一次性毛巾，你看，你这好像少那么一点点。哎呦我的妈！一袋大概7块多，里面有二十个。哎呀，我哎呀！听那声破裂瓦拉碎了吗？你了没呀？走，看看那边组个猫步，组个猫步来。K 哥和嘴哥拼酒后 ，K 哥晕乎乎的来到小黄直播间，笑料百出。我们来看看，这组个猫步，组个猫步来。来看，有你最爱吃的牛肉。那走，在这儿，兄弟们，在这儿。好，错了，再来。预备，开始走。好，等一下，你看你能不能这样？看着你能不能走过来之后，一下子给他打了这个东西。来。几个人吃完牛肉后，又让老 K 试了一下。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每享时刻国产清蒸果饲原切不注水牛腱4斤，很烫啊 K 哥，很烫。然后你看啊，牛腱这个带墙做的，看牛腱的肉，可以做成凉拌，给大家看一下牛腱的肉。哎，凉拌，我拿个米把筷子给我扔。不是，嗯，K 哥来吃点，你吃点压压胃吧。你 K 哥很烫， K 哥很烫啊。牛腱的肉搞来！哎，黑哥咋了？黑哥，快！黑哥摔倒了，把手办都压碎好几个。兄弟们啊，你在4斤牛腱的肉，我给你看他们卖多少钱啊？260。我的妈！国产的清蒸骨是原切不注水的牛腱的肉，4斤，这个真的可以拍。点击159，上车！我再试一个，来。打的，来，累了，就打这个，来打，中，杀！哎呀，打的，哇！喝白酒拿这个杯子，我俩吹牛逼。小杨哥说要招一个保镖，就从 K 哥和嘴哥之间选，结果两个人开始杠起来了，搞得两个人最后要横着出去了。我准备招个保镖啊，招保镖，招保镖就是每天大概上。从我只要我出去了，他就跟着我。我在公司都不用跟。这活我能干啊？我能干，我干不了吗？那我只要一个。我有没有印象？有。你有没有印象？我肯定有印象啊。这样，我们先比身高。
听你的吧。快点，我怪不怪？但是我撞啊！他死肌肉，他死肌肉。你活着，他说我死肌肉，你活着。我得现在就想招个群保镖。今天下午出去被人拦了。有点想干，见你。你怎么说了？我大哥有话好好说，你借多少钱？他说借五百。我他妈以为五百万。五百块钱，就五百块钱，借五百块钱啊！我心想这人有什么急事啊？我借五百块钱干啥？我还那个360贷款。然后借了吗？你借？我给他1000，我说兄弟，以后别往我借了。大丈夫能听你是吧？那我跟你分析啊，师傅，你找我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我又能直播；第二，业务能力强；第三，我又能喝酒。两斤你也知道的。你老头子到现在养把，你喝酒喝迷糊了，我师傅呢？你是不是曾经忘了我把从酒店楼底下扛到楼上去的？对，是不是？那天我们在喝酒，我喝了10几瓶。都没有吐，我还照样把你扛进去，我好不好？这个是实话啊，十几瓶，你拿就行。我比他高呀，有那个范儿啊。我看你们俩谁有范，来给他们一人拿个墨镜。关键我能喝酒啊，你不能喝酒啊？我怎么不能喝？我无中止的喝，你能喝多少？我能喝多少？一个手势聚集侠，一直喝。没遇到过对手，我必须挑战他。你挑战我？你拿什么挑战我？我喝啤酒都踩箱喝，你踩箱喝，我都拿卡车运过来喝，行吗？你问老 K 的酒量，我手指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嘴哥的是天空的方向。好，我现在拿一，你俩直接推一。可是，你行不行？你行不行？我来拿。你别动，拿那个楼上拿那个15元，你俩也跑了。你搞事情啊？你这才有什么用？兄弟们，你告诉他有什么用？他哪里像保镖的气质？我当过兵。谁没当过？侦察特种兵，空军军乐团。我吹号的，你会吹吗？不会。就是我们需要吹号吗？去倒酒，快倒酒！我来，你俩吹牛。我酒还没喝呢，北子，我来喝点。完，师傅，完了，6000块钱没有了。还有一瓶。应该都知道，有的白酒确实是白色，哎，它是15年，它是就是有点泛黄。大家都懂。这个矿泉水，矿泉水，这个矿泉水刚才我是滴了一点那个酱油。我信你个鬼！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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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微微，喝水啊。Later。我操！这个我比他快，你出汗了。来点吧，来点水吧，兄弟。我可以啊，你们俩行不行啊？金柳十分。哎呀，没马了，那人家买个屁吗？卖了很多了。啊，昨天你都卖了很多了。OK， 来，两个字。来，我们一起卖货。你来了，可以来。我去。